可爱的小朋友们，他们要两人一组，指名挑战现场两位舞者和他进行 battle。哇，这么厉害！我们现在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不好？大家好，我叫雷雷，今年我八岁半了。Hello， 大家好，我叫迪迪，我今年11岁了。Hello， 大家好，我叫索索，今年9岁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崔正宇，今年10岁了。大家好，我是王纯，今年9岁了。大家好，我叫赖凯翔，我今年6岁了。大家好，我叫佳怡，我今年8岁了。大家好，我叫席佳琪，今年16岁。好，那我们先来，两人一组，先组成你们自己的搭档。打打锁哥。谁的儿子？小姐。小姐的儿子。小姐儿子。哦。你不愧是杰哥的儿子。他刚才问我一个问题啊，杰哥。嗯，索索刚才问我，如果我挑了狗狗，可以让他们不要跳起舞，一个一个的对我吗？不愧是杰哥的仔，就是杰出。他们如果拆开的话，可能有机会赢。来，我们看一下，你们要挑战的是 Go Go Brother。 有志气。哇哇，不得了了，这一组真的是喊谁出来做好准备啊。这个是大哥，这个是大大哥。来，你们要挑战的是乔治老师，波子老师。那接下来你们两个要挑战的是，我要对罗斯卡老师。Popping C。Popping C is not easy, not easy。选年轻人好啊！那你要选的是谁呀？黑山布什。你俩要选黑田布什。行，我说也完就行。好，那麻烦叫了名字的老师，现在请到我们台下来迎接我们这一轮的挑战。加油，加油，加油 ！Not easy, bro. Not easy. Lay down, fighting. Oh my god. Not easy, bro. 好，我们马上要开始我们的挑战，看一下我们的小朋友们，第一组你们要出的是谁呢？虽然我们这个挑战赛是不用判罚、不分胜负的，但是还是希望两边都可以全力以赴，好不好 ？OK, DJ, you ready? Drop the beat.小心哦，不要轻敌啊。
加翻喽！下一组要出场的是 Locking， 小心第一话。我跟你说这样子，拿手。哎呀，随便你，爸爸太执着了。摸一下这样子，我教你这样子，看到没有？啊！杰哥不要在现场教学了，走。Alone， let's go。加油加油！啊，不客气。Are you ready for the boogie train? All right, go party, go party. Woo! Oh! Oh! Ah!挑战者，也谢谢我们的 GoGo Brothers， 厉害，太棒了。接下来要上场的会是谁呢？
Alone. You ready? Let's go. Rushka! Rushka, look at me. Rushka. Oh, Rushka, look at that, Rushka. No! Go! Ha! Oh my! Hey!精彩表演，那么接下来就到我们最后一组的挑战时间了。他借他的鞋子，他们换鞋。OK, DJ, you ready? Let's go. Wow. Ladies and gentlemen, featuring on the stage tonight, the great Egyptian artist, Hakim. And the world's godfather of soul, whip it, Mr. James.Oh, I'm so good.